你大你都放开了，你莫安尼啦。怎么啦？放手啊！放手啊！这个边啊！他给大，他给大，莫安尼啦。你是米川哥的千金，不是我的休假。啊，还是说我小姐啊，给你服务的不好，我给你换就是了吗？何必把场面搞那么难看啊？麦啰嗦。哎，小姐，我叫你坐你就坐啦。哎，我大还叫你坐你就坐啦。放开！放手啦！你来欺负一个噪音，那算啥啦？你今麦是来这顶英雄的？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北投最不需要的就是英雄。冇唔对，那我他家伫北投，是专门伫修理英雄的。在里面！我早就讲过，我专门咧修理英雄的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我咧讲你有知了，你还怕死？抢啊！你去抢啊！哎，大白，你把人打死了，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吧？没管，我知了，你顶我机啊！遐多人跑到这身上，来啊！你什么卡想？什么卡想？你讲要顶我机就顶我机啊！来呀！我跟你讲过几次啊，在北投不需要英雄，你是听不懂啊！过来呀！破啊！这样子塞你了你！哼，不是阿英啊，这多人替你出头，你敢啊？你是谁啊？破啊啦！快给我完，别给我怕啦！阿你啦，今仔日团是我的，阿你唔好。你别无参事团啊！我不是阿英啊，我只是比较歹看。阿那无他给民主至少的，什么？他给多少？你哪会无民主啊？你有钱，搁有才调，手下又有那么多的兄弟，你是北投的阿尼基呢？别跟细汉计较了，好不？太太，这瓶我好大，我给你回西嘞，我给你赔罪。太太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阿杰，你要是不满意，我还可以再干一罐。今天吴老板也说了，这桌算他的。后面的事还给你打得半死，这样你还不满意？我是劝你，爱面子不要爱过头，以免丢了浩哥的面子。你伫北投走跳这么久，应该知影我咧讲啥哦。行啊，来富春哥，刷摊。何老板，嘿嘿，这摊是你讲你要请来哦，不是我摆立钱啊。系啦系啦，太过大，干部说叫阿中西插两挂较青草的补充面。没啦。洪七，恁爸真正咧讲。哦，安尼该受哈，唔然是为着要救你呢。都对。嗯。你哪安尼讲人秀秀啦？秀秀下来吼，一定是国不理中的嘛。讲实在吼，迄阮英雄伊的个性足冲动的，无唔对啦。但是恁爸吼，自头到尾连一句多谢拢无讲，迄真正有较含淡薄啊。哎呦，我嘛无愿意啊。我若是无来哦，阮爸就亲身来甲伊讲，安尼代志毋是愈不愈好。啊，你也来？阮爸叫伊来啊。我爸
叫我来给你收迄修理修理的钱。你讲什么？我听不清楚，你搁讲我大声了无？你明明都听到，啥怪我讲一遍？小小你对啊唔对啊？我的出手是因为你去用欺负呢，我感觉要去用拍到残啊，爬袂起来。啊，你即摆甲我收钱？英雄啊，啊，人秀秀因呾秀女们叫你用歹字，这么是什么？你点伊啦？你是毋是我兄弟啊？闪啦！你确定要甲我收钱？你确定？啊无咧？英雄，你莫遐歹好无？迄秘书罗马要甲人傲慢咧，人秀秀的人嘛是叫因爸逼的啊！我就收无啦。什么款的老爸叫家己查某囝来做种见笑台啊？还是我欠钱啊？罗先生，你跟我叫我真感谢，我来做这无礼貌的代志，我嘛应该该回失嘞。他们刚刚请你妈来讲我爸，我无讲是安怎？伊想要徛我面头前，我嘛赶快讲伊啦，见笑无担当啦，想要赚人的钱，目睭金明看家己的查某囝叫用欺负过人回失嘞。啊，怎出代志咧？牵拖我，要讨钱无啦？阮家秀丽房钱，你到底要赔无？袂见。罗先生，咋个你也无讲道理哦？我根本无可能救你啊！你若遐尼唔甘愿，你都莫救。你又讲一遍。阮家秀丽门的钱，你到底要赔无？我赔啦！恁爸也无爱过你啊，只好讲啦。阮煞袂啊！帮我帮我放炮，吵死人去！拢免困的哦。想够忝的，我要来困啊！赶紧赶紧，趴下。我已经等你们洗身躯。秀秀小姐晚安哦，莫对人家歹哦。洗洗晚安，我来洗身躯。王老板虽然讲性格歹、嘴嘛歹，但是伊毋是一个歹人啦。啊，若秀秀人伊嘛是一个足友好的好查某囡仔呢，唔通共误会啦。我要入来。我毋着加等下因大兄加讲诶。阿忠仔，我先来等下。阿姨，我咧讲话拢无人要甲我听呢。有，使使使，我有咧听，我有咧听。大家走了了啊，你搁留伫遮，有何贵事？我想讲吼，想要甲我借钱。无啦，使，你哪会？在这里还是我想我先给你调一下。切巴拉啦你，要争谈就要死啊！恁讲。使拜托的啦，人我就拄来台北吼，